你敢说我的皮卡丘不可爱？我把这边这个大碗全烧了。一个喷火龙只会火花，不是我不学，是他不给我机会学。你们要再等等。很奇怪，我的妙蛙花也是进化完之后，他才让我学的。蛋蛋，蛋蛋有点冷门呢。他是什么系的？感觉是一般系的。烧死他！草系？他是草系的。我讨厌你。带着你的蛋蛋滚吧！这个女孩有胆胆呢。一个火花打天下，烧起来。我只有一招。这边草同样跟被飞行客，好吧，吃完攻击就痛。草怕毒、飞行、虫跟火。哎呀，还 take 那个他嘴部特写。插喷不是要攻击比物攻高吗？我是两个都有刷到啊，一个是特攻比较高，一个是物攻比较高。哎呀，想骗我！可是我要怎么选择插喷跟 Y 喷啊？我有 Mega 10，但是我要怎么让他决定他是插喷还是 Y 喷，还是公跟母？哦，看石头哦，因为我记得以前是看版本。选举到了，选举车一堆。
欸，喷火龙变 Mega 进化之后，它会多一个新的招式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点在虐菜，我决定让风速狗有点表现。好想摸它的毛。不是不是，是大姐姐的毛，风速狗，领子上那一撮，后颈那边，很想要这样梳过去，再梳回来，再梳回去。风速狗没有必要吗？风速狗好帅。很难抉择啊，为什么我只能摆六只？我知道了，那个妙蛙花可能要离开，太丑了。地球早安，没有睡，对。我们等有 Mega 石的时候再把风之狗弃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啊，没有办法啊，风之狗你自己没有 Mega 进化，怪我，怪蜘蛛人吧。有点卡比兽嘛，我是想把妙蛙花抛弃了。想一下哦。嗯，妙蛙花真的很不喜欢。我们先让卡比兽加入好了，到最后面我们再把快龙换进来。这边走过了，是。风速狗换吧，啊，还没有一个可以取代它的，先不要急好吗？先别急。
你说谁可以取代他？你讲。大概只剩快龙，快龙了。我的兴趣是插花，宝可梦也是草属性的。你是来跟我对战的吗？那你输定了。我是用草属性的，然后摆一堆龙，吓死你！怎么会说没有草系呢？你看我的快龙头上有一撮玫瑰花。我也好奇的是，藤蔓怪是归类在草系吧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没事。怎么办？观众一直说，风速狗要离开了，我好难过。把它练到40等啊。等一下，我还有拉普拉斯哦，冰属性。超级吸取但通常只有草系的可以用吧。成龙应该没有这么快吧。四道馆打完之后换，应该是换金皇室吧，金皇室道馆。然后那个道馆是假的。不是吗？哎，要换下一个。现在是第四要往第五。等一下。还有那个。楼顶，我都忘记了。给他不同的汽水，好像会有其他的招式，不确定有没有。第七道馆是超能力吧？第七不对，第七是火。然后第八是龙，等一下，第八是龙，第八是火，七是火，八是地哦，对，第八是板木老大啦，想起来了。
所以我们要买很多饮料咯，先买这个。小妹妹来，哥哥买给你喝，先给你这个。哥哥不要光抢，给我更强的，例如破坏时光之类的。反射壁啊，没有破坏时光，拜拜。你们说伊布在哪边啊？我的后门，我的后门在哪里？哦，你说百货公司的后门，隔壁的隔壁栋，不是这栋。再看一下能不能再 买个招式机，铁尾买了，然后那个暗黑球买了。这边有60000块。现在剩这些可以买啊，但感觉不怎么需要。破坏时光也没什么用。什么好便宜，10万，你出啊。某一栋大楼的后门可以拿到伊布，在哪边呢？隔壁栋，这两个是同一栋吧？是啊，是同一栋。哦，在右边那栋的大楼，找到了。要从大楼的右边绕过去，绕到后门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黄板都过那么久了，谁会记得啊？好了，你们会。嬉闹。这边又提示了连线讲座，
这代没有一步可以拿了齁，所以这边就跟你说你要跟另外一个版本的玩家交换才会有一步。有没有多的伊布啊？我这边有多的皮神哦，男的女的也有，会有野生的。现在要交换很简单啊，你就随便找一个人，然后跟他换，跟他说什么时间相同密码，按一按就有了。我现在不想要一步啊，目前我的图鉴58，哦好快啊。我现在是玉红士打完了，那感觉要回去哦。先到紫苑镇吧，我们确定紫苑镇有没有道馆。哎呀，可塑之才！哎，不是。他怎么给他穿进去了？假道馆我打过了，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哦哦哎，右边的，可惜，这边还没办法，还没有办法触发、欸。